我们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您在虎年里是虎虎生威，如虎添翼，虎头虎脑，虎了吧唧。什么词儿啊这是？我带你们仨上元宵晚会干什么来了？我们负责烘托气氛呢。烘托气氛，你得说点那有文化的呀。别着急，这么办，我们还准备灯谜了呀。对，打灯谜呀、啊、这是元宵节的习俗。是，咱猜什么呀？啊，咱的谜底打的都是中华传统美食。谁先说？我先说。听你的。您听我这谜面啊。啊，说李老师，哎，您岁数比我大。这是年糕。啊、哦、对对对对对，年糕。对，不错。该我了啊。听你的。我说一个，咱大伙儿一起猜啊。说李菁老师啊、嗯、垫着脚尖也够不着他们家电表。这是炸糕。这怎么是炸糕啊？您不明白呀、啊？啊，你想，您家电表里有电炸。对呀、啊，您够不着这电炸，这不就是炸糕吗？那、哎、电炸糕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大家听我这个啊啊！说我呀，这手拿着绿豆，嗯，我这手拿着黄豆，这是绿豆糕。这叫绿豆糕，没听明白吧？明白了，解释一下。谁不明白这个呀？啊、我跟你说一个，看我这手势、啊，这手绿豆，这手黄豆。您这是黄豆酱。学我啊，这跟我学去。我就跟你学这个呀。啊，会打灯谜不会啊？谜底猜的，谜面都说出来的，那还行吗？那您来一好的。哎，我来一好的啊。这回我说完这好的，大家伙跟着一块猜，猜着了，我还把这东西都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啊！来来来，李老师，我们听听您这谜面是。听我这谜面啊。啊啊。腹内香甜如蜜。心中花红柳绿，白沙滩上打滚，清水河里沐浴。大家伙一块说，这是汤圆。对，汤圆来了。买汤圆，买汤圆，馅儿的汤圆是圆又圆，一碗汤圆满又满，三毛钱呀买一碗。气氛给您烘托的怎么样？气氛是不错、啊、你看又有领唱又有合唱还有交响，这气氛多棒啊、哎、跟你们仨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跟您也没关系呀、啊、几位，这回咱们一块表演，我们说你们唱，咱们用不同的形式共同为观众朋友们送上元宵节的祝福，好不好？ 好，我先来。元宵节庆元宵，吃元宵起源在宋朝，最早他叫福元子，象征着团圆寓意好。万户关心看盛世，满天烟火要春光。元宵习俗种类多，一样一样听我说，舞龙舞狮踩高跷，打灯谜赏灯兴致高。飞灯舞凤在今夜，击鼓踏歌知春晓。五人相流传广，味道经典名声响，有蜜桃苹果和山楂，中华美食顶呱呱。花朵灿烂风声势，锣鼓铿锵送风。吃咸的有鲜肉，要吃甜的有红豆，元宵美味又可口，各种味道它都有。万里山河铺锦绣，满城花灯唱太平，元宵软糯味香甜，天涯此时共团圆。万里山河铺锦绣，满城花灯唱太平，元宵软糯味香甜，天涯此时共团圆。共团圆，元宵节吃元宵，幸福美满喜盈盈，团团圆圆赏美景，在你看灯节为浓，团圆团圆庆团圆，虎年好运。